好的，那我们的陈水扁总统以及我们的行政院院长、苏贞昌院长，还有我们的贵宾们，都已经以及院长分别带着小朋友要一起种下今天我特别选择的凤凰木，还有我们的这个小朋友都已经准备好了哈。那现在呢，我们也请总统来带结束。那么总统呢，会与我们的院长来共同来执下我们的凤凰木。来，我们现场的我们总统以及院长带领的小朋友一起同心协力来种植我们台湾的希望。我们现场朋友先掌声给我们鼓励一下吧。大家请热烈掌声，统统加油！哇，我们今天的来种下了这个我们的凤凰木。是在种植的过程，我们也看到了薪火相传，台湾的希望。再次给我们的总统院长以及我们小朋友掌声鼓励一下吧。大家请掌声鼓励。而且呢，院长，我们还有总统今天的特别在种植完树之后，要留下签名，在今天的95年植树节中秋纪念植树活动当中，留下我们最重要的一刻。我想林务局呢，也会将这个签名之后的产品呢，来保留，来典藏在我们林务局。而且我们的今天小朋友非常的卖力，跟随着我们总统以及院长的脚步，种植了我们象征的台湾希望的凤凰木。那么现在呢，我们的院长也正在为我们浇水。植树呢，最重要的时候就是要这个浇水灌溉了。所以在总统带领小朋友悉心呵护我们的树种的同时呢，也希望这一次要提醒大家植树的重要，同时要一起来爱护我们台湾土地。对，我想呢，在总统带领之下呢，我们全国的国人都一定要大家一起来响应植树的重要。是，那么今天呢，我们陈水扁总统带领着小朋友已经完成了我们这一棵凤凰木的植树。这也正象征着坚持与希望的树苗已经被我们总统来种下喽。另外呢，我们的院长也带领小朋友在浇水灌溉我们这一棵象征台湾希望的凤凰木。这个我们三个种的，多少？齐心协力，我们再次给我们总统以及院长小朋友鼓励一下，好不好？掌声鼓励。好，来，我们三个，这个，以后你们两个要来看哦。好，谢谢。